撤！撤！撤！快撤！丞相，丞相，司马懿大军退了。险呐，险计呀！不得已而用之。丞相，丞相，若是我等，必然是弃城而走。武将全部派出，城中只有文官。我身边仅剩2000多士兵。若弃城而走，走不多远即为司马懿所擒呢。是啊，是啊。粮车是否装完？全部装完，即可起运。立即运往汉中。是是。叫西县百姓也随军退往汉中。是是。司马懿不久必复回西县。是。丞相，为何没见到您的大军？何尝有什么大军呢？不过是空城一座，古琴一曲而已呀。押运粮草速回汉中。妙，妙啊！